S 姐最爱的小法宝，就是这个。Oh my god, what's that？ 这个呢是跟韩国体重管理中心共同研发的超级奶昔，然后它是升级版的哦，低卡的奶昔。它的口味啊有很多，而且它这样一包哦不到100大卡。就是热量非常的低，所以平常如果说要取代一餐啊，或者是觉得哎、今天真的吃太多了，想吃宵夜的时候，我就会喝一杯这个。你们喝的是芒果凤梨口味的，然后还有黑丝绒奶茶跟蔓越莓，它里面啊就是有藤黄果，喷出来了，没喷到。除了有藤黄果之外，还有魔芋纤维，然后跟我们非常需要的乳酸菌，平常有运动的人，或者是平常真的吃太多的人，可以提升你的代谢率，跟把一些囤积在体内的不好的东西，就是可以代谢掉，这样很适合现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喝。对，很清爽，热带水果。对，而且它的芒果不会让你觉得太死甜，就会喝不下去。它的口味其实非常的多，因为我今天只带三种，它是那种就是你一个礼拜喝可能不会超过重复的口味的那一种。哇，这么多种口味，没错 ，S 姐应该也喜欢这种多元选择。是。然后里面就是还有很多种的平常需要的营养素，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最棒的是，我平常出外景可能都外食，然后它一包啊，这样它就等于三份的蔬果的量，所以你同时吃一包就可以帮助一天所需要的营养所需，所以我觉得除了它可以帮助就是补充蛋白质之外，还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营养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我觉得睡前喝一杯效果还蛮有用，我自己觉得隔天会蛮。顺畅，难怪你这么漂亮呢、啊。而且好像连乳糖不耐症的人也可以喝，是不是？因为它里面是分离的乳清蛋白，就是如果说大家乳糖不耐症啊，就是也可以放心，也可以喝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就可以轻轻松松维持身材喽。哇！